笑话，对我来说是笑话，对我来说也是天大的奇迹，脑壳爆炸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还没习惯这种处境，被亲人亲戚夸，不经意走到路上被人拉合张照，到处问来问去，你是不是他？哎，你明天不上班，是出去耍还是在家？我们婆婆、爷爷、爸妈，我们一家都喜欢你，好的好的，谢了谢了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在 Back to the old days， 我坐到最后一排，是学校的赘肉，是卷上躺了我的遗骸。我拿起笔来，寻找我想寻找的题材，但是这总是来的迫不及待，不意外，但我通通不听一概，吊当我放松皮带，继续爱 ，hiphop 在我的心中继续摔。就连我也奇怪，咋一听说唱吧从来不嫌皮太，看现实如此的现实，但一听说唱吧还是很愉快。但老子不管是感觉受到怀疑，越多我越想反驳。哎，等哈，屌丝放的狠话，可能很大的，真的好惨哦。别个听了是啥子呢？别个听了是蠢话，然后背后冷笑说冷话，像你蠢娃，把你转了还不是转了？当我经历太多不满，其中不满能量愤怒，心中仿佛有座神像告诉我该完成的任务。他就告诉自己说唱如果毁了我老子认，但是现在学校家长同学老师给老子认。骄傲都是假的，想的 SC 成绩别交学费，苦搞假的养生，假曾经不是他的港湾，听吵架你会爽翻？不会吧，只会是想穿，想逃窜，想搬，现在很斧头不吵架了，可能觉得我长大了，可能看我上了盘电视，结果真他妈出大了。回想家里最后的一件大事，我没考起大学，当时客厅一片死寂，但真的早就炸了。我是反面，试卷上大部分都是差的版面，知道妈老汉愁眉苦脸，感觉永远不会转变，就是我的情况只有昏暗，没得明亮，就是我这个娃娃没得希望了，就是我。然后到现在好多人又来祝贺我，路过的水深火热的祝贺我，祝贺我，咋个又是我？但我还是我，是你眼中幼稚的不想赚钱，想如火斗志的追求，卓越被财富追赶的人，他妈就是我。在我眼中金钱名气锤子算个蛋，不要想收拾我，怎么收拾你？好多人变了变贱了，都是你都是你，把真话都放进了钩子里，说的话都是屁，老子被推到了边缘，也不得下几步抽自己兜自己，不就是拍你的传奇，请你们看戏，请你们也打好自己的战役，请你们换气，请你们珍惜生息，每一口呼吸小心断气，我请你们小心被算计，因为有些物它永远不会散去。对宝石，一个麦克风，你问老子往哪边冲？哎，你不要崩，在社会中咋可能吹不到风？哪个又是不到翁？但老子只有拿到麦克风，才可能比宝石有价值。宝石结算球，老子麦克风是钱的，股票更比较有盘头。那浮夸的都不是产品，都可能是弹头。住烂楼，为生活犯愁，那记忆才可能激发战斗。那斗志可能可以把你断头，可能可以是碉堡，可以是罐头，看你咋个看了。我看到好多说唱歌手不干了，好多说唱团体解散了，就算不站到舞台的边边，我也会一直站到。然后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就闪耀。这个不是我在励志，是我在摆我的历史，只摆了一步，喵起还没摆完我的旗帜，先点到为止，都不大功告急。暴雨、暴皮、奥迪，我又不是暴发户，我就炫耀就是笑话。我晓得我要咋做，我只想说明，真的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只有我的麦克风需要珍惜，白天晚上疯狂的冲击，说唱在我的心中还是如此一如既往的，根本不用去想那些讲的，保持一贯风靡。当我押韵，我呼吸最爽的空气，不想说闲话的人，他们都是鄙弃的商，反复几句必讲，以为屁放得响。